哎，史蒂夫，你要的凋零骷髅头我给你弄来了，我们下面是不是要合成凋零了？不是的，兄弟，你怎么给吃了啊？史蒂夫，你怎么长出来了三个头啊？这你没事吧？兄弟，我感觉我的脑袋好重啊。那可不，有点撑不住。你像是有三个头的大头儿子。嗯，嘿嘿，材料齐了，我可以有实践了。两块石头，一个木棍，就是我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工作太成精了吧？他怎么把我的实践拿起来要打我？史蒂夫呢？史蒂夫，快救我！工作台要打我！我的妈呀，他长腿了，他抢了我的时间。嘿嘿，走走走，坐我的小船船带你们到对岸去。那是什么？水方块啊？不对，还长腿了。水宝宝，要干什么？他把我的船给开走了。你回来。不对呀，他本来不就是水吗？为什么还要坐船过河呀？嘿嘿，猜猜我要做什么？史蒂夫让我把这个鱼竿附下膜，不知道效果如何。走走走，已经完工了，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嘿，史蒂夫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，给你。嘿，兄弟，干得不错，今天我们有吃不完的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能钓大鱼吗？怎么出来这么多鱼？兄弟，大惊小怪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们有吃不完的鱼了。啊，别钓了，注意生态，真的吃不完了。兄弟，快点儿，别磨叽。哼，这不是已经弄好了吗？催什么催？好像你能百发百中一样。好的，现在看你表演喽。兄弟，看好了。哎呀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这到底谁是弓，谁是箭呀？史蒂夫怎么把自己给射出去了？啊？